小心，有埋伏。哪有埋伏？我说这法医里有埋伏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扔进枪手里放，他们以为你死了。这没用的东西，什么人？三位虽然实力不足，但对付赤翼炎魔，恐怕还是胜负难料。若我们五人联手，复活了两个人。这个人手里都是好东西啊！这孽畜太狡猾了，不好，还有自爆。